操盘战将，跳空涨停板真的会传染啊！跳空涨停板要开始扩散到我的股票来了。啊，老师，我知道你要讲这支的，啊，不然呢？老师，那你刚刚讲的话什么意思？不好意思啊，跳空啊，我等一下再讲经济科，不急，我等一下再讲经济科哦。跟在身边的会员们，哎，我知道有人在讲所罗门，但是他都不讲会员，所有会员不敢讲的，为什么？你猜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我敢讲，跟在身边的，我知道你们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，低调吧，低调一点，因为我还有别的。我还有别的要给你们，继所罗门四天四根涨停板之后，我还有新的标股要给大家。那我就想问你，你要不要参与啊？你要不要参加啊？不要讲参加了，你要不要恭逢其胜？再来一次，我看到今天报纸在写人形机器人出列，概念股出列了，出列出列。然后呢，讲了一堆股票。对了，我看到了啦，我看到了啦，我看到了啦。你讲的那些股票我都知道啦，我都知道啦。不过不好意思啊，我在做的一件事情，我在电视媒体，你在看我的解盘节目，我最主要的一件事情，我要先让你知道。不是看到报纸头版出来了，啊，不是头版啊，新闻那个报道出来了。哎，我看到这阵子的新闻媒体开始在哎，我上个礼拜啊讲这支股票啊，所罗门第二，然后呢，我假日的时候哎新闻就跑出来了，我还特别跟我的会员们聊，跟他们讲这个新闻。我要把新闻传给他们了，很有趣啊。好啊，知道又如何啊？你们知道了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问题是，其他人不知道啊。也许有人有看到了，但是我比你们早知道。你不要问我知道什么，我就是比你们早知道。我跟你讲，这一次的机器人，其实我假日的时候有听一些人在讲，今天盘中的时候我也听到一些分析师在，好像在酸啊，在酸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买不到啊，买对啊，各位，我买在这里，我不是买在这边，买在这边啊，买在这里的，哎呀，骗笑哎。你是不是喷笑欸？你买在这边，我买在这里啦，出量第一根啦，而且我也跟你预告 GTC 大会，对不对？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说欸也没有预告，欸也没有点名机器人，然后呢，我就看到一些分析师，哇，所罗门，我的。真笑欸，那个诈骗啊，不要出口转内销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没有讲吗？我没有先讲吗？我先讲啊，我先跟各位预告啊。我当然在聊所罗门啦，因为我认为这次的行情啊，
那个机器人概念股，不光是机器人概念股 ，AI 概念股，哇，真的是！你看今天报纸头版，外资预见台积电变千金，不是变千金小姐啊，千金什么意思？就是三位数会变成四位数啦，预见千金。我记得我在我的节目还问大家，1000块会贵吗？900块会贵吗？1000块难道不可能吗？如果台积电未来如果能够看到，我说如果能够看到四位数的话，台北股市会涨到哪里嘞？就这样吗？就仅止于此吗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虽然有点小，但是这已预告一件事情了，这预告今年从现在到今年年底会发生的事情。我不敢说它什么时候会到，我不敢这么讲，但是我只是说它已经在预告未来了。很好，加油，好吧，真的要加油。OK， 我也不多说什么，我只想跟各位说，现在就是一个，你知道这个大环境真是有利于你，但是很多人都不自知，我就觉得说很可惜啊，明明财神爷在你家敲门按电铃，你怎么都不开门呢？我在我的节目大声疾呼，只差没有拿大三公在那边跟你嚷嚷，赶快来赚钱，赶紧来探紧，哦，这次的行情。所以我说啊，老天有在保佑吗？不知道，我只能说巧合，也不晓得。我只能说这个大环境配合现在的股市，再配合现在的 AI， 现在的新科技，哇，那真是天时地利人和，然后又配合美国股市也跟着走高，纳斯达克、费城半导体、S&P 500。天时地利人和，我直接说，现在就是飙股时间了，飙股时间没有问题了，就是你要怎么去买飙股的问题。那至于大环境，这个已经很清楚了啦，这很清楚了啦，这没有问题了，好不好？你就好好专心在股票，景气好了，转好了，景气要复苏了，没有问题了。现在大家，也不是说大家啦，经理人都看好了。很多人都看好景气，所以景气没问题。哦，我就不在这边做赘述了。降息要3码，要降3次。OK， 美国那边的资金未来的宽松也没问题。好，题材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，题材也没问题啊，题材也没有问题啊。尤其是它最具代表性的辉达也没问题嘛。啊，有问题是什么？有问题是什么股票嘛，什么标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今天看到一则新闻，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，我只能说谢谢丞相赐剑，谢谢丞相，而是你是诸葛亮哦，你以为你在打赤壁之战啊？啊！谢谢丞相赐剑，我真的要谢谢他了。各位啊，我先前就跟你聊过这件事情了。我说一个中国，一个美国，两个都要对 AI 大力的发展，两个都要对 AI 强力的竞争，谁也不输谁。中国跟美国两方两个大国都要致力发展 AI， 都要抢 AI 的人才，发展 AI 的技术跟产品。你觉得 AI 会寂寞吗？你觉得 AI 不是主流吗？ AI 就是重中之重啊。我跟各位讲过很多次，我一直跟各位聊这个观念，我们先把观念确立好，我们再来聊个股嘛，再来谈细节嘛。我不意外Intel 跟超伟，我不意外。所以，当我今天看到这支股票跳空涨停板的时候，然后再看到我这张字卡上面所写的字，各位，我说到做到，我的预言又成真了。
不好意思，你知道吗？金立科，我这张字卡上面写的，有人一直给我吐槽，我知道，因为都没有实现，都没有实现，都没有跳空涨停板过，没有，没有。各位，我看吧，今天526，来，先看这段 VCR 导播 ，check out， 一只股票。涨停板，我从152块讲，跟各位聊，跟各位报告金立科，在这边对推荐金立科，主打金立科，每天不厌其烦的，照三餐，赶紧念金立科，金立科，金立科。对啊，金立科一路涨没有错啦，很高兴呐。但是呢，他少了一个，他美中不足，让我有一点遗憾。如果能够达成的话，那就更尽善尽美，更加的完美，那就是我这句话。如果真的有一天能够实现，那该多好啊！没有想到，想不到是在500多块，想不到是在500多块实现。感恩啊，感恩啊，感恩啊，感谢丞相赐见啊！哦，当然也要谢谢对岸啊。你这个新禁令又帮我们，又帮我们，各位，这一支也一样威盛，为什么？啊？老师，威盛为什么会跳空？威盛为什么会跳空？金立科为什么会跳空？因为都跟对岸有关系，因为对岸都要用，对岸很想要用，他找不到别的厂商来用，只好找我们台湾。所以我说，中国跟美国鹤棒相争，台湾就是渔翁，我们渔翁得利，我们就是渔翁得利。各位，假日的情报，哎，今天又是礼拜一啊，今天又是礼拜一啊，礼拜一的股票我不会让你失望的，尤其是这一支，尤其是这一支。话题回到威盛跳空328，金立科跳空，各位，332%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我的这句话，各位，我今天要给各位的这一支股票，我又再写一次，注意，小心突然有一天跳空涨停板。再来一次，够了几拜，我再写一次。如果我又对了，我不知道下礼拜、下下礼拜、下个月，我不晓得。但是如果哪一天真的成真，我请所有电视观众你为我做见证，就像金立科一样，你为我做见证。今天我实现了，我美梦成真，我美真的跳空 ，OK， 好嘞，达成了，达标，达标了，哦，完美 ，perfect， 太好了，就是这么好赚。各位啊，礼拜一。今天假日的消息，这个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老师，假日，假日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假日很了不起啊！假日是很多内资大户、有钱人互相，因为有空嘛，有时间嘛，互相交流、互相交换、互相去打听，最好的两天时间。所以啊，我每次假日给大家的股票。礼拜一马上给大家的股票，我跟你讲，不会让你失望。就像这支一样，就像这支一样，假日的情报，新复星88.4了，再创波段新高，所有买的人884，来 VCR 导播，这个这支股票。涨停板48.4，今天88.4，多涨了40块，多涨了40块，所有买的人全部赚钱，
那个时候我开在这里跌下来，一堆人在那边。我跟你讲啊，吼，答应待会啊，我开这只，我开在这里跌下来，然后呢，我就听到一些人嘶嘶亮，嘶嘶亮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嘛。你唱衰无所谓啊，你唱衰你就卖嘛，你就空嘛，你就空嘛，我等你空啊。115%啦，假日情报这一支狂飙一倍啦，各位，一倍，115%。你说假日重不重要？很重要，因为假日的股票，注意哪一天突然这样的话，会不会？会不会？各位啊，来啦，你来提我一支啦，涨停喷发黑马，欧贝啊，不是白贝啊，欧贝啊，黑马，黑马有多强？看他就知道。哎，我发觉奇怪，真的是有些人真的是说葡萄酸没关系。我只想问各位，这个新闻哦，是去年的新闻，我给各位看一下。特斯拉机器人 Elon Musk 现身世界 AI 大会，你自己看。特斯拉，各位，特斯拉执行长是谁？马斯克，对，马斯克，特斯拉，特斯拉除了电动车，除了低轨道卫星，他也要做机器人。可是当时媒体报道度不够，因为大家都说你特斯拉你不务正业，你应该好好发展电动车，你干嘛发展机器人？哇，现在我们来看，有远见了，有远见了，有远见了，各位，挥打黄仁勋，特斯拉。马斯克回答机器人特斯，也就是说世界上两个非常重要的影响人物，一个马斯克，一个黄仁勋，现在两大巨头，两个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人物都要发展机器人。你跟我讲机器人是短线题材，你跟我讲机器人是短线题材，好啊，那你继续讲吧，那你就看我的股票一直飙，你就看我的股票一直涨，好吧，没有关系，我经得起检验。就像我在讲金利科，我在讲金利科，人家说什么股票啊？我150几块开，就有人在那边唱衰，好吧，你唱衰啊，唱衰啊，你继续唱，500，来 VC 啊，先看所罗门，切告那只股票。跳空涨停板，再跳空，又跳空，还是跳空，连续四根。你知道，跟在身边说，老师啊，一直涨怎么办？涨得不要不要的，涨得也会让我们有点，老师，这是不是换手啊？锁7万多张，哎，奇怪，你猜啊？你猜，天天涨停板，我跟你讲，你就是要赚，你就是要赚这种的啦，要不要？20号跳空，21号跳空，22号跳空，25号今天又跳空，连续四根涨停板，短短几天100万赚快50万，100万赚快50万，好好赚啊！怎么那么好赚呢、啊？果然黑马，黑马真的是不同凡响啦、啊！来电拿到涨停赚得到，打电话进来，这支股票你赶快去拿，你赶快来拿，各位啊，我告诉你。我再讲一次，马斯克、黄仁勋、
这两位人物又要影响世界了，又要改变世界的人类生活了。马斯克，马斯克的执行决策，马斯克的实力，马斯克接下来他搞不好看到黄仁勋要推这个，我跟你讲，大力发展，强力推荐，哇，那不得了了。特斯拉全力锁定机器人，黄仁勋全力锁定机器人，那机器人概念股会怎么样？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你觉得呢？今天又跳空啊，明天会不会呢？万一又会呢？万一又锁涨停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但是我知道你应该想说，老师还有没有？老师，我还要像所罗门这种股票，我要像所罗门这种股票天天涨停板的有没有？老师给我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给你。啊，问题是你要来拿，你不打电话进来拿，我怎么帮你？我怎么给你呢？我怎么告诉你是哪一支呢？啊，明天你才有标的可以去买嘛，要不然你明天买什么？你不打电话来，我怎么让你知道这是哪一支？我不能直接撕开来吧？不能像上个礼拜，对不对？我白目。我上礼拜的那一只股票今天冲高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你们都看到吗？对不对？注意哦，搞不好也要来了。我上礼拜我不是没有贴吗？我忘了贴了嘛，对不对？后来我把它贴上去嘛，今天有稍微动一下，各位你注意哦，哪一天如果它也涨停板的话，哦，真的是做善事积阴德啊，造福全国的观众朋友们，免费让你们赚到一只涨停板，我也不知道会不会，我不晓得啦，哦，我只知道这只啦，这只啦，各位看到所罗门没有？所罗门20号、21号、22号、25号连续4根跳空跟在身边的，有欢喜不？有没有开心？很高兴的喂，赚得很爽的喂，来再一次。再来，来拿我这只，还没来拿的，还没赚，应该说你没有赚到所罗门的，来这一只股票涨停喷发，哎，各位，我上次写涨停喷发是金利科哦，涨停喷发哦，涨停喷发金利科飙多少？它飙多少啊？今天是怎样？今天是跳空呢，涨停喷发呢，我跟你讲也会喷啊。这一支股票打电话进来，这一支股票就是你的，进广告。金融现瑞贺新春168飞龙在天专案，金龙飞天让你旺一整年，发财专线02-8511-3366，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
盘战将。假日得到的股票，我跟你讲，每次我假日的股票，假日的股票，后面哦，你自己看呐，惊爆假日，礼拜一又要炸裂了，华城，华城，惊死人，惊死人，华城，这一支假日新复兴再创高115%的哦，涨停喷发，涨停喷发，各位啊，来啦，来拿我这支股票啦！好，是什么题材 ？AI 还是机器人？还是散热？还是光通讯？还是重电？不要猜，你打电话进来，这支股票就你的，好吧？各位，所罗门跳空哦，继他之后，继他之后再来，轮到他了，他是谁？打电话，我告诉你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